父母眷属。念诵一遍，与诸佛智慧无二无别，并与念诵八万四千法门功德等同。收看传习法师弘法行。自己平时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努力的维持着一个常住的清净哦。但这种清净就像我们讲的，努力的维持出来的，力努的少一点，或者这个委缘大一点，就你努力也让你荡然不存哦，这个清净也不会有的。所以这个清净什么？这清净是什么？这个佛陀对那些声闻弟子所讲的，这是化成的。化成不是真正可以居住之处啊，还应当更努力才是。这个更应当努力，借着这个难得的清净要好好的努力，就像我们借着我们这个难得的人生要好好的更进一步啊。不是说有人了，那我及时行乐了，好不容易做一次人嘛，那我不是好好享乐。那讲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大家还是心清清静静的啊，不要被了这个那个所动啊。大家能够做得自己的主，这个善知识的加持力啊，要想修菩提心，真的就看看这个生命电视台那个弘法行程，你就看看。至少会生一点惭愧心。他也是佛弟子，我也是佛弟子。他也受三坛大戒，发没有发菩提心？发。我们也受三坛大戒的时候发，到底发怎么样？所以我就觉得很惭愧。同时，我们自己我也在酝酿啊，酝酿。我们国内到底有没有这样的金刚勇士，愿意出来？愿意出来，我们摄像机也有三台了，灯光也有好多了，设备现在都也够一个小电视台的一个设备了，没有那很少，所以也是看我们中国到底怎么样。那今年虽然有老板了，北方也有，南方也有了，都跟我说愿意搞三宝啊，佛教电视台。这一批人还真的很难啊，像一般性专门做这个职业，搞摄影搞灯光的那个派头多大，住要住最好的啊，吃喝玩乐，技术活嘛，哪里。所以说海涛法师有时候那边他们那些摄影的专业的摄影师就看，哇，确实还觉得不太专业，但是海涛法师也讲了，他说就不错了，这批勇士们就不错了。这个慧日寺，这样。本来我以前的发心也是想，大家有想修行的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所以你看，杨岐寺都今年皈约都立出来了，颁布了皈约。我们到这边三年多还是没有立皈约，为什么？靠大家自觉的。大家自觉，大家自己爱这个常住，大家自己啊，把这个地方当成自己修行的自由的家园，
是这样的。你看杨七四也挂牌挂了，那我们这为什么不挂牌？那挂牌了就觉得对被挂牌的人也有点压力，对其他的也有压力，执事其实都靠自觉了。所以我们这个执事降低到最低最底线，讲讲是执事，因为对大家又没有压迫谁，钱是一样的，钱也是一样，然后只有比大家做的多，所以也希望大家不要以为啊，我是轻重，他们是执事，他们做，你要这样想啊，你没福，这等不久。那到这边当成是那个一样的，什么地方看有缺位，自己就来好好的发心做。人多我这里也不嫌多，人少我也不嫌少，但是质量还是就像我们那样，不能点化学香，至少点藏香。哎，好的香点起来的时候，沉香点起来的时候，连藏香也不必要点，这个意思，让这个香发挥他自己的这个，这还是需要我们有这个正念啊，还有维护的。这个大师的这个八句啊，其实我们这个都有小本子嘛，大家可以真的，我讲到哪边的可以背一背。我这也不定功课了，你看，学院里所达基堪布、一西堪布，他们讲到哪个背，全部要背。背检查抽查，这也不错。我们从寒山诗开始背也不错，像大圆满前行一样的，堪布也要讲，你讲以后学，大家要学也是这样的，考试背诵笔试，口试加笔试。我们这里呢，有时候是上上根的或者是上根的修法，不要人管的，靠自觉的，但是呢，我想以后啊，我们比如说讲的一些部分能够背诵背诵也是不错的。这个第26首是十句它比这首不是八句十句。月自居寒山，曾经起万载，任运顿灵泉，七尺观自在，岩中人不到，白云常爱戴，细草作卧入，青天为被盖，快活枕石头，天地任变改。这个对于我们佛教的这样一个清凉的意境，常常会被世人误解为消极鄙视，但是这整首诗所阐述的它带给人的这种意境世俗有的人呢会误以为是这种消极鄙视，但是像诗所传递给我们的这种意境，恰恰是人能得于安居乐业，这个民族能够长保浩然之气，我们人类能够澄清黑白是非，都是靠这个，靠这个超然的这样一种意境。所以诗它是给人一种意境的渲染，说我自居寒山，这个曾经几万载这是好像是
修行者对这个般若空性的依止。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把寒山大士尊为文殊菩萨化身呢？像这里曾经几万载，这一句话特别那个会让我们想到像风干禅师，他告诉我们大家说，我来天台山已经有8000番，来此天台山梵经8000番。所以这里寒山大士他就是说，我自从我来到寒山呢，已经有几万载了。这个几万载是指很久很久。所以就像我们赞美文殊菩萨为这个他的般若空性的智慧为诸佛之母、菩萨之母，任运顿灵泉，七尺观自在。他说游走的时候都是在幽静的山林、清澈的这个泉边，七尺观自在，就是如果静下来如果是坐下来的话，始终都关在内心的这种自在的这种智慧境界当中。动外，如果看外在的话，也以这种好的助缘，清净的助缘，如果反观的话，始终都住在这个不生不灭之中。所以下面继续说，言中人不道，白云藏爱戴。这个言中人不道，这个就是说在这样子的境界当中，分别的意识常常是难以触及到的。白云常爱戴，看上去好像是对一个环境这个白云深处的那种描写，其实这个还是有着菩萨的一种悲心的。像普贤菩萨这供养云一样，虽然没有这个不是分别的那种境界，但确实常常的这个白云萦绕的这样一种大悲境界菩萨的这样一种大悲境界。细草作卧褥，青天为被盖。这个其实从文学的角度上说好像很优美的这样子的作剧这些铺盖都是地下产的吉祥草晴天来做房顶或者是被盖一样这样子的。但这里面如果从修行的角度上说的话和前面的白云常爱戴我连起来的话这个细草也是一种生命的，有一种生命的特质。这样的大悲的云所滋养的种种的吉祥充满了生命性，
有时候犹如像我们修净土的，好像观想的坐下的莲花一样。那个我们平时虽然观那个是坐下的莲花，那个莲花恰恰是我们每天所护念顶戴的那样一种清净的青天无力被盖。这个青天有时候在这里面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那个法身的这个境界，法身的境界。快活指石头，天地任变改。那这样子自在心情，那样子舒畅，纵然枕着石头也是，这个生命啊，它也不会有任何的不适。天地之间，纵使你怎样改变，当一个能够得到法喜的人，没有什么损减。所以过去以前道人说，静中养得端仪，这个静有两重意思，一个是外在环境的无忧无虑清净，一个是内在的，有了佛法的见地，所以以前阿难若处，所以修行人依阿难若处，阿难若也有这两个定义。除了他本身这个地方没有狼虫虎豹的威胁，没有盗匪的威胁之外，同时他也没有鬼神的干扰，所以这就是很难的。就我们常有时候感慨，那现在你找一个阿难若啊，那是很难的。所以在我们佛教里说，你自己要住茅棚，住阿难若，要得，也是要有这个道友，甚至是长老，就修行的人指点，加持。除了要让大家知道这个道有之道之外，甚至还是需要这个大善知识去加持的，否则的话，就像我们以前听别人讲，有个九华山的修行者，听说终南山住茅棚很好，他就到终南山去住茅棚，这个茅棚搭起来了之后，坐到里面打坐，他听别人说终南山很难住的，就是甚至说在里面如果正念不足的话，山神都是在里面住，都是很难住的。他那天茅棚弄好了之后住到里面，半夜里面打坐打瞌睡，结果一昏沉忽然被惊醒，动静怎么这么大惊醒了之后一看，奇怪，人都不在，不是坐在茅棚里面，坐在半山路上，离他的茅棚好几里地远之外去。结果等了天亮之后再找回来，再找到自己的茅棚，就觉得奇怪了，这怎么会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第二天打坐的时候跟自己提醒，千万不能打瞌睡哦。结果憋到一两点钟的时候，实在又昏沉了。那一昏沉，这动静更大了。哇，他一醒过来，发现跟跑到山脚底下了已经。
他说这奇怪，他都找不到原因，这怎么回事情？怎么跑到山脚下了？哎呀，鼻子也碰青了，脸也弄擦伤了，怎么下来了都不知道。我想，哎，这地方住不了，住不了，还是走吧，终南山不好出。这是别人讲的笑话，还不知道什么。反正我听这个是有一点那个，有一点意思。这个所以佛陀啊，他也对我们弟子们有这样子的啊，也有这样指定，要住阿兰若的时候，必须要有止受啊，甚至还要做过法，得符合一这阿兰若这两个条件，就是说。没有人声，人的干扰，没有这些畜生，甚至都听不到放牛娃的那个吆喝啊，听不到牛的、狗的叫声，同时也不能有非人的干扰。你这个里面，这个是十句，主要是偏重在境界上。重在境界上，但禅宗说夺人不夺境，夺境不夺人，人境俱夺。这个呢，这首诗主要阐述的是一种境界，一种境界。所以它带给我们的那种意境呢，在世间的人一般性很难看得懂，修行人的人呢，看了这个，会对我们呢，有很大的这个。这个楚石大师还有石树大师也有跟着喝，楚石大师喝着，人生一世间，俯仰为复哉，曲折日已多，曾无故人在。思之弃余虑，感彼云霭代。高岸尽为古，心松。额烟盖，百年能几时？虚空终不改。这个里面呢，这个里面他也是写境，他写什么一个境啊？他主要写世间的这个境，写世间的这个，说这个世间的人生呢，人生一世间，俯仰为复哉啊，人生在世。这个一生当中，都被这个无明所覆盖。曲折日已多，渐渐的，这个人呢，一个一个已经离开这个世间了，成无故人在。想想还有几个老朋友呢？这个世间，思之弃余虑。想到这里的时候啊，连弃。也没有那么舒畅了，弃余虑，感彼云霭代。想到这里，似乎连天都暗，天色都暗下来了，好像这个云被云遮住了天日一样，就那个感觉。高岸尽为谷，本来是很高的一片地啊，变成很低的低谷了，心松。额覆盖，那个松树啊，刚刚好像还记得栽下去不久，怎么现在已经倒在地上了？百年能几时啊？是将将人间百年啊！真是我们生命经历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怎么没怎么过呢？怎么百年就已经过去了？百年能几时？虚空终不改。我们这个人呢，似雾在虚空面前呢，总是显得那么样子的匆匆而过。在这个里面的境呢，它是一种我们世俗的这个角度，来总结，阐述这样一种意境。石树大师他这里面啊。但了目前事，无论千百载。
老老圣人心，静止俨然在。日月自光华，云霞自爱戴。恢恢大地中，哪许尘埃盖？哪许微尘盖？俗言众千流，至道何曾改？哎，这个石树大师在这边，他把这个给我们这些一种引导，他一下子聚到什么地方呢？不用说东道西了，但了目前事，无论千百载，不要说千载百载了，要把当下的这一刹那，当下的这个能够明了的话，管他千载万载干嘛？就像那个孔夫子说，他的早上如果明白大道的话，晚上死掉也不要紧，管他千载万载干嘛？这当下最要紧。你常常我们出去参学的人呢，过去那个禅门里面啊，都是到了善知识那边都要问。祖师西来意是什么？祖师是传佛心印来的。祖师西来意它是什么？有的问了，狗子有佛性，我且不问，我的佛性在哪里？直下来我就是来问了。所以说，但了目前事。就是啊，我们呢，如果明了了我们自己的生死大事的话，千载万载无需问，牢牢圣人心，所有圣人都是为了让我们明白这个的。牢牢圣人心。所以我们禅宗里面讲到什么，叫婆啊，老婆心切，像一个妈妈这个关照孩子一样，叮咛了再叮咛啊，嘱咐了再嘱咐，小孩子烦也烦死，他还是叮咛嘱咐，就牢牢，这里面有这样一种静止俨然在。当我们对圣人的这个捧起圣人的书，捧起经典的时候啊，非常恭敬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好像佛就在我们身边一样。当我们的恭敬如法的去参学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佛菩萨无处不在，真的是尽虚空遍法界的看我。日月自光华，云霞自爱戴。所以这里面它重在什么呢？重在，好像前面寒山大师是给一种圣的境，让我们感染的圣境当中。楚师大师呢，让我们啊，对这个世间的，凡夫的这个境界啊，升起一种厌离，也是一种境。这一首呢，石树大师的这首呢，却让我们呢怎么样？让我们有一个求道的这种心，之中，好像他这首诗不是偏在境里，不是偏在境里，而是偏在人的这一边。所以有的叫夺人不夺境，有的是夺境不夺人。他这里啊，不是给境，而是给我们人的一种。所以第一句是但了目前事，无论千百载，你对当下的这个佛性如何认识，前面讲的孔夫子不是朝悟道，是朝闻道，目视有可啊，朝闻道，目视有可，所以对我们有这样一个
其他的好像不说东道西，直接来显我们的这个每个人的这个佛性，哎，也不说寒山，也不说虚空，哎，直接就淡了目前事。所以这恢恢大地中，哪许微尘盖？这个大地是什么？这大地自然是指我们的心地。恢恢大地，这个大地，哎，生生灭灭的，哎，日月的光华，云霞的爱戴，在这个大地当中啊，都只不过像微尘一样。如果你明白了大地的话，这些微尘哪一个能够盖住你呢？俗眼重千流，这里面如果不明白的话，叫俗眼重千流。俗眼是跟着这个千流的事物变化的，随着它流逝的，至道何曾改。哎，如果我们哎，所以这个俗眼重千流啊，啊，前面楚师大师的重点就是描写我们俗人的这些，警测我们俗人，哎，虚啊，至道何曾改？这个也是赞美我们寒山大师所讲的那个啊，我自啊，余自住寒山，哎。月自居寒山，曾经几万载，啊，对他的这种，对他的那个赞美，你想想，就我们是幸运啊，那是不用说了，但是看世间的话，佛法存在2000多年了，世间的人对佛法的概念还是没有。前两天我在杭州的时候，那个一轮明月的那个总制片人呢，两个人全部到了杭州。那天他们从北京过来，我从宁波过去，晚上我们一起吃饭。说现在，他的这个一轮明月，就连中南海都拿去放过了，现在在北京的各大院校也在推广，清华北大都进去放。他们去也一起参加观看的时候啊，这样前面他们问那些学生，问他们这个长亭外，古道边，这样这个优美的歌曲是谁做的？谁写的词？这些大学生们并不了解，不知道，他们就很感慨说：“这样一个我们近代文学的一个先驱。”近代音乐啊，甚至戏曲啊，那个话剧 啊，而且诗词篆刻这样一位奇才啊，文化的近代文化的一位先驱，这样杰出的一个人呢，竟然清华北大这些学生并不知道，那很多人会熟悉这里面的歌曲啊，哦，听到这悠扬的曲调，但是也不知道他是谁做的，他就觉得很哇，太感慨了。那我们想想看，那佛教这么伟大，世界上有几个知道释迦牟尼的？有几个人知道佛教到底伟大的哪里呢？
所以这个事情，所以我前面我讲到为什么先是跟大家有一点抱歉的讲，想带大家出去一起朝山去，结果不一定能成功的。我这个心情也是这样，本来是像玩一样散散心的，为什么要散心呢？因为有时候不是一定就我们对佛法就真的很深入进去了，真的深入进去了，那个方寸还了得啊。过去曾经讲方丈，我们中国人传统叫方寸，这个是得到佛法利益的话，也不需要散心的，心也不需要散，你就会很安定很快乐。如果心不安，就是外面去玩，就像世间人，说星期天了，双休日了，反而怎么样？反而比上班更累。上班早上到时候就起床了啊，然后吃了饭就去上班，到了时候下班，倒还有很有规律。反而是双休日啦，出去啊游山玩水啊，没日没夜的。这个反而让我们这个身心疲乏，所以这个世间人对什么是休息，什么是玩，他的领会或许不是很深，但是作为我们佛教徒的话，就应该深入的。你要最会玩的，莫过于我们出家人。这个，他这是什么呢？神游于这个方外，所以我们出家人叫方外之人。什么叫方外？有形之外。本来是最没有挂碍，最清净、最自在的方外之人。这本来。我们出家人，所以让在那社会上让看，别人的刮目相看。出家是一个很神圣神秘的，但是我们的出家的生活，大家看起来又好像是很清淡啊，很无味，甚至有时候清苦的。所以过去人的印象叫青灯黄卷这样子。但是所谓的神游方外，它就是从这里来的。儒家里所讲的格物致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们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很高的一个理想，所以我们甘愿自己遵守这些法则，让我们的身心能够安，能够戒，能够定，能够生慧。手笔太纵横，身材极魁伟，身为有限身，死作无名鬼。自古如此多，君今怎奈何？可来白云里，教你子之歌。他已经不是所谓的什么有文学的形式啊，那种七言啊、五句啊这些，他已经没有这些。但是意思非常明了，非常明了。这个手笔太纵横呢，
好像一个人在讲字面上，好像哦，一个人大概，哎，写毛笔的时候啊，哎，这个狂草，龙飞凤舞一样的。这个其实呢，它这里面，哎，就是讲一个人在想事情的时候啊，做人上，不遵法度，思想上啊，非常放纵。第二句，身材极魁伟。从字面上讲，哦，好像是一个身体很魁梧，很硕大，很有力。其实啊，这个表面上这样，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好像趾高气扬，这个身体好的时候啊，无所顾忌，身为有限身，活着的时候只为了这个有限的身体，就为他打算死作无名鬼。所以他这个很直接了，甚至说我们一看当下就会明白，都很我们看到这个字句的时候，就好像把自古以来这个人呢，都是迷在这里，为什么会堕落？活着的时候，大家都是，大多数都是这样，想得很远。我们说百年人有万年心啊，就手笔太纵横，身材极魁梧。活着的不去考虑那些，很少的人会去考那些，对生命真正有意义的，无量寿、无量光的这个很少会考虑的，大多都为这个有限的这个身体、假合的这一个业报身的为他经营，大多数都这样。生的时候啊，哎呀，这个是为了这个身体，为了自己这种虚妄的这种心啊来做，死了之后啊，堕落得更深，甚至自己都会忘掉自己的名字了，不要说别人忘掉了，做无名鬼。前一段时间就有人遇到这样子，这个我们都经历的那个时代，我们想想还在眼面前呢。他们死了，就十几年了，死了十几年。我问他们的时候，我说你们叫什么？他们说我已经忘掉了，已经忘掉了。别说别人忘了他们的名字，就连自己已经忘掉自己的名字。自古如此多，君今怎奈何？自古以来，人是最有灵性的呢，尚且如此啊。自古如此多，大多数的人呢，众生呢，都是如此。我们今天能奈他何？所以这句话讲的时候，好像是寒山大师对着一个同参道友，好像在这里讲一样。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朋友啊，你能奈他们怎么样？奈何得了吗？并且下面这句好像你也不要学他们那样子哦。老朋友啊，你也别行了，可来白云里
教你子之歌。哎，白云啊，白云深处，深山极静之处，寂静的地方，教你子之歌是吗？子之本来是讲灵芝，在白云啊，有温暖的这个环境，地气蒸腾，这种地方最容易长灵芝。你像我们慧日寺，这个从我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始，那个灵芝长得两三年长得很大。斋堂那边呢，去年才被别人给掰下来，然后这边呢，我这个上坡地这边也是，掰下来之后，后来一年又长很大，又被虫子全部吃空。教你子之歌什么意思？也是修行之道啊！不要为了这个有限的身体啊，在那里在这里费尽心思、费尽心机，应该为长久之道。我们所谓的无量光、无量寿。极乐世界，所以这个教你子之歌，教你极乐歌一样，可来白云里教你子之歌。好像这首诗我们在读的时候，每个人在读都好像憨山大师在跟我们每个人这样讲一样，推心置腹的给我们这样讲。这个大师的这个八句啊，我们就是我们学习的这个不做个引，或许在座的有的听，哎，讲的好像，比如说你们觉得不过讲的也没有什么，我自己也觉得讲的没什么，哎，他这个诗是我看起来是那样子的直白。越直白越难讲哦。像前两天讲的那个大的科学家，那陈景润，他是个大数学家，他就证明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你说一加一等于二，天经地义。那个大科学家他就要算出来，要计算出来，证明给你看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这就不容易了。你别看得越直白啊，越直白越难讲。所以我自己也不是觉得不是，哎呀，就觉得那么深涩，那个不流畅。你在座的诸位肯定听了，哎，是这。但是你要留心的话，我讲只不过是个引子啊，敲门的破砖头。你有心的话，你给它背起来。哎，手笔太纵横，身材极魁伟，身为有限身，死作无名鬼。这个警钟啊，就这样。自古多如此，君今真奈何？可来白云里教你子之歌。这个是菩萨的慈悲，看着这个芸芸众生都是这样子的堕落，都是这样堕落的，哎，把我们当自己人一样，哎，这样跟我们讲，然后还来招呼我们，可来白云里教你子之歌。如果真的会背，哎，你是这很加这个非常有价值。这个修行大家要去体会的，好不容易滋养出一点道心来哦，滋养道心来哦，然后别人跑到你们，哎，
这个那个跟你说好了，你道心荡然无存，马上烦恼就升起来。马上烦恼升起来了。打坐在这边打坐也是嗡嗡打得很定，十分钟二十分钟很定，结果你一到很定，哎，我们20个人打坐，30个人打坐，29个很定，有一个不定，哎，他在那，哎，这边看看那边看看，弄出声响来了，你要看看究竟什么回事，你一看好了，好传染给你了。你也不定了，第二个看过去，第三个看过去，有多少给你感染多少。庙里面为什么要有一样的呢？修行要有一样的，知见要一样，甚至行为还要都差不多，否则的话，哎，会有那个的。你就是说我们包容他吧，我们包容他，你包容他，他还不包容你呢。让我们包容他，算了，不跟他计较。哎，你包容他，他有的不包容你哦。哎，你越是包容他，你越是有定。我有定，我三昧眼里我不出来，我住在这里很，他越是生气。哎，他搞得你天翻地覆，他才开心。哎，你不把你这个都给你破掉。哎，你的所谓的定力什么的给你搞得破掉，他不会过瘾的。那我有这样，这个人嘛，不单单是比香，香他也会进攻的。你点起一个那个香，他这个空间里他都弥漫的那个味道。哎，这个人的生命性他就更具有那种感染力，这个感染力会更强。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啊，多少年了，有时候都就想，哎呀，你看那个沉香哦，几千块一斤哦，甚至好的沉香上万块一斤哦，哎，沉香比黄金贵的，比黄金贵的。但是纵使这么珍贵的沉香，你点起来了，哎，就谁就弄一只烂香好了，1块钱的，你弄个10000块，我弄个1块钱的香，我就可以把你破掉。所以人也不能执着在这个。我有时候想，光执着在沉香里面，哎，这个光执着在我们家，比如说啊，我这个道场，我要维持它清净，维持它清净，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很艰难的一桩事情。哎，我把这个寺庙全部都用不锈钢把它包一遍。全部都用黄金包一遍都有可能，也无所谓。你说把这个寺庙哪怕破破烂烂的，但是你要想保持它清净，清清净净的修行，这不容易，比去用黄金包一遍还难，非常不容易。稍微任何一个因缘它都能给你破掉。所以这种清净呢，它只是什么呢？只是在我们娑婆世界当中还是一种方便，是我们修道所暂时需要的一种环境。就像读书的小孩啊，你不能叫他打工一样，明文规定小童这个学龄儿童啊，你让他打工的话是犯法的。但是这个世界上我们人也好，不太知道清净的那个尊贵和难得。我们会感染的呢，或者是呢，哎，过年的时候啊，20多个人，哎，你走呢，他心就动了，感染了，他也要走了，哎，他走了。张三走了，李四爷也感染上了，也要走了。哎，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一个就这样。会这样的，清净心非常难生的，人生难得而易失，就这个道理一样。清净本来很难得的，同时又很容易失去，
所以这个清净不是了义的，我们怎么呢？这是一种方便，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外环境。大家要依赖这个清净进步，要保护这个清净，要净念相继一样。大家好，我是吴秀梅。民众用家用快棋刺激以前，常常细看算命书，一步一步去做。先从数岁枪张来念，在今日时节，跳拿溜溜的我起来，同面前的赵顺师，存念两片屁功夫，立立啦。沙丁同面前的用个吹气仪当中，啦啦，同分合过后的吹气仪，跌到显示卡方，等算命书方指示的时间到位，张来看显示卡方判断的结果。黑公司先无显示就代表无成功，应该过拿一组钱呢再讲音歌。除了用家用快起刺激注意自我抗天情形以外，要呼吁大家确实做好经营防护措施，保护自家同顺风的人。陀罗尼是梵语，意思为总持，也就是对佛法能一持不忘，善加思维与实践，且由意陀罗尼能得知无量陀罗尼，因此称总持。又因为具陀罗尼者，即能掌持善法，能遮除恶法，因此又称为能持能遮。陀罗尼分为四类：一、法陀罗尼，对佛的教法闻持不忘，又称为闻陀罗尼；二、意陀罗尼，对诸法的义理总持不失；三、咒陀罗尼，菩萨因禅定之力而以咒为相应众生除种种灾患；四、忍陀罗尼，菩萨凭着真实的智慧，不随世间价值而转，能安住法的实相而不忘失。在《无量义经》中说，以陀罗尼无碍辩才，请佛转法轮，随顺能转。菩萨因具足以上四种陀罗尼，因而辩才无碍，在面对心性各异的众生时，能契合法义而应机说法，是度众时的善妙方便。